这样的手链，而且还那么贵。我要送出这一个 Balenciaga 同款的手链跟吊坠给粉丝们，把视频看到最后，你们就知道要怎样拿到这个奖品跟礼物了。最近竟然看到一个视频很火，很多人都在做这一个东西跟做手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Balenciaga 既然推出了一个这样的手链，而且还那么贵，今天阿空就教你们如何做，然后你又可以 DIY 了跟 Balenciaga 一模一样的吊坠跟一模一样的手链呀。那只需要准备一些工具，然后这个夹子，还有这个链条，这一个我已经做好了，OK，它六个结就可以做成这个东西了，OK。我们拿这个工具，已经把这个链条已经推出这个pin，但是这个 pin 不要推出来，因为等一下你要用这个 pin 推回去的，接起来了，OK，拆下来了，六结，OK，接在一起，把这个拼推回去，现在就接在一起了，会动来动去的，OK，在每一个拼这里给它压紧一点，然后它就会形成这个样子，不会动。现在这个已经做好了，是不是很美呢？然后这里吊上一个线，就跟 Balenciaga 的一模一样呀。手链更容易了，这个量你的手多大，加上这个快拆扣，这样，OK，我的手链就戴上了，你看是不是很美？今天就教你们如何做 Balenciaga 同款的 DIY Shimano 链条。如果喜欢这个东西，想要这个东西，阿空亲手做的，你们在下面 comment 告诉我，我会以抽奖的方式送给你们。在下面 comment，并且要 follow 我，我就会寄到去你们的家。阿空亲手做的 DIY 没人接个吊坠跟手链。呀，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 share 出去给你那个骑脚车的朋友，告诉他这个骑车的精神，天天要这样带着这一条自行车链。所以留守我的影片，看你有没有中奖，拿到我的这个手工定制的 DIY 吊坠。OK，拜拜。